当然，这场非常感谢观乐湖集团的主席朱德建先生的一种伟大的创举吧，也是为中国高尔夫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，特别对青少年的培养做出极大的贡献。张连伟球场其实也是为会员为青少年服务的，现在改为为青少年，主要是为青少年服务，就是向全世界宣布观澜湖拿出球场来免费为青少年开放，这是对中国高尔夫的极大的贡献，也引导了更多的球会学习观澜湖，这是非常感谢他。